撞到你喎，好難噶喎。啊，好似你有冇發覺咧？我哋咧呢一個 band 啊，呢個海報咧，已經貼咗喺度好耐。你都話呢個海報好似好快，好似有啲延續嘅意思喎。冇錯啊，我是主所造的，我是獨特的，我是奇妙的，我是。啊，唔知周老師你係邊位咧？咁我有多重嘅身份，我既系我阿妈个女，亦都系我阿哥个妹，亦都系我个仔个妈。咁仲有我当然系你嘅同事啦，仲有我都系咧一个咧识得计九个一乘以九个一嘅一个奥数导师嚟噶噃。咁啊，曾老师，你又系有啲咩特长咧？诶，当然啦，我系我阿妈个女，我阿爸个女。我細佬嘅家姐，以及係五 D 班嘅班主任，而我嘅特技係或者是話你控過野乜事哦，即係我能夠學識講日文噶。哇，真係好標準下喎！我今日又認識你多啲啦。咁但係我好認識你啦，但係我哋嘅同學仔以後仲會唔會同我哋有同樣嘅技能呢？到底佢哋有咩特別之處呢？不如我哋而家一齊去練。我是三 D 班的梁之桥，我非常叻跳舞的，等我嚟表演一下啦。我是 B 班的陈子玲，我们的老
亮之處咧，就係我哋都能夠。我係五 B 班嘅張曉林，我個特亮之處就係我係一個混血兒，我媽媽就係一個印尼人，我爸爸就係一個香港人，所以我就係混血兒啦。我係三 D 班嘅何子渊，我亦都系一个折纸好叻嘅人。是什麼來的？給大家同學看看。好耶！大家好，我是四 D 班的任子文，我的獨特之處就是我比和考越還要搞笑，還有我都懂騎馬的耶。不知道我們將會訪問誰呢？你想知道不如跟我來吧。华锦咯，你好，周老师，系你哋入嚟，系想问我独特之处喺边度咧？系啊，唔知黄校长你有咩独特之处咧？我相信各位小朋友都好有兴趣知噶啦。嗱，我独特之处咧就以我身份嚟讲咧，我就系我哋可以保险小学嘅校长啦。咁咧，我身份就系、其实系一个工具啫，一个咧希望咧带领小朋友，带领我哋学校发展，一个好嘅工具。希望大家都能夠，我最強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聆聽了，大家有什麼可以跟我說，那我會聽大家的說話之後，我想想怎樣可以回應大家的意見，自己的說話。嗯，謝謝校長。啊，曾老師啊，這麼多段短片呢，真是同學仔很多才多藝，他們的才能真的我們估都估不到。沒錯啊，原來我嚟自同一個家庭啦，同一日生日啦，甚或乎係咧，嚟自同一個成長環境啦，同一個班房，又或者我哋同一個工作地方，都會係咧有唔同嘅才藝嘅喎。所以每個小朋友或者每一個人咧，都係一個獨特嘅個體。冇錯啦。咁既然大家欣賞咗咁多獨特嘅之處，咁不如你自己都發掘一下，你究竟有啲乜嘢奇妙嘅地方啦。如果你想再俾我哋睇多啲你奇妙嘅地方咧，你可以同你嘅班主任分享，又或者同我周老師同埋曾老師一齊分享都可以噶。咁啊，等住大家嘅好消息啦！